运动战投篮空档机会不少啊，但是这个投不进。哎，命中了一球没有，倒不是说低啊，是零。哎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他们过了半场，四秒都嫌多。还是书豪，中距离书豪是真的。对，上一场休息之外，休息后之后啊，整个身。对于福建队来说，他没有一个突破点啊，就是吸引防守的这样的一个点。那王琳琳在场上的话，你能够让对方的防守有一些收缩，先出现失误。书豪连着两三分。